第二个祷告题目是努力进入天国，马太福音。在2023年当中，也让我们够做信仰生活的三位一体的父神，有徐成云执事和尹全能弟兄献上美丽的《新耶路撒冷》的赞美。So,
第三个祷告题目是新新圣殿，充满神荣耀的圣殿当中，亲爱的圣徒们聚在一起赞美荣耀的那日，盼望的那日，以国乐赞美演奏献上荣耀的圣殿。해금연주의연진자매찬양의심찬미자매가하나님께영광돌립니다아버지섭리이루시네믿음으로나가자목자와함께어기어차힘차게나가자前进前进
第四个祷告题目，再创造的全能百分之百，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像新一年也不变的以惊人的大而惊人的全能，向全世界无数拯救无数的灵魂，通过万民彰显父神荣耀的父神，结合父神极大的果子的曲目，由青年献上敬拜舞蹈。